今天我们玩的是课间躲猫猫，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书本桌子啊，而且要变身了，我看变身是什么。好的，变身完毕啊，等表妹出来。哇，表妹出生咯，表妹加油。这选不好就要被烧，这野人可真难当。表妹啊，冲呀，找我呀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这么说的话，我怎么觉得表哥可能是在一开口出来的地方嘞？有好多凳子，哇，这也太大了吧，这里面。表妹，我已经转移了，别看了，刚才我确实是在那边。这个应该不会。Hello， 表妹 ，Hello。表妹原来是个瞎子。他看不到我在动，表妹 ，hello， 表妹 ，hello， 终于看到了表妹，哎呀，快跑呀，表妹追上来了，快跑呀！表妹追不到我，好气啊，表妹 ，hello， 你在看谁呢？我在这里。Hello， 你在找谁呢？哎，你怎么直接过来了？